这才几天呀，光子就又出新皮肤了。深渊皇后，我咋看着那么像女巫嘞？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年前的最后一波皮肤了呀？光子准备拿着这波皮肤的钱回家过年了嘞。哎，其实他这一年也挺不容易的，如果不抽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对不起他？那要不我们就对不起他吧。你说穿那么好看又那么贵的衣服有啥用？技术不好，装备不好，还不是落地成盒？还不如我这套18块钱买的小熊衣服好看嘞，你看多萌啊。哦，狗杂。哎，你想干啥？拳头就想和我狗杂干，玩呢你。你也来，那就一起坐下趟飞机去咯。我跟你们说，好看和贵的衣服还不如落地一身好装备嘞。这个煤矿的位置嘞就很不错，落地就有宝箱，还能捡到空投武器，顺道再收两个人头，岂不美滋滋。接着进来就是一个三级包，五个暖宝宝，无人机一个，第二个三级包。外面的铁桶上嘞又有五个暖宝宝， M4 一把，四倍镜一个。第二个煤仓又找到一个三级甲，一个八倍，第三个三级包，第二个无人机。接下来就是煤矿的大仓了，一个三级头，第四个三级包，滑雪板一个，还有一个狙击消音。后面呢，我又在小角落里面找到了一些配件，你看这里就是我在煤矿找到的物资了，倍镜、防具、取暖物品还有枪械全都齐了，就算是满编队过来也完全没有问题啊。那无论是经典模式还是极寒模式嘞，跳这儿准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落地一身好装备的一定要来煤矿看看哦。